新年前夕，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2024年新年贺词。听歌一笑，淘宝蜘蛛王家变老虎啊，干呀擦了。听歌一笑，桃子桃，白子豆，最后放香草，做热面笑。初中一年级念花心情花园，看字典人物全教人把书念，看过读到一面，站在阳台上留言，青春花摇摇明显。第一批的数字不长眼，五点二的能长八月天，初中人他不会来上街，路内高傲不如一瞬间，我比不绿一点又一点，只是能长数字过来也很有人看过这一点。听歌一笑，淘宝蜘蛛王家变老虎啊，干呀擦了。听歌一笑，桃子桃，白子豆，最后放香草，做热面笑。大家好，我是习近平，我在北京向大家致以祝福。2023，我们接续奋斗，砥砺前行，充满信心。疫情防控平稳转暖，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，现代化产业更加健全，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，粮食生产20连丰，绿水青山成色很足，乡村振兴展现新气象，东北振兴谱写新篇，雄安新区拔节生长，长江经济带活力脉动，粤港澳大湾区努力超前。飞过来那年，可是我是一时妄想念，一时瞬间给一个创业，是你青年就他好上街，北方柴火堆满大街，公务员的性子也写学车车外有谁来了解。拼个一笑像大刀，心中大笑笑没牙套，嘴色难逃，拼个不要还玩闹，人人都好有的性格，他当真的你听很好，个路小小的墙啊，已经毁掉，但不曾料都应到一些你毁掉，心花是正是人生。林肯之子啊，就此时此刻夜色斑斓，万家灯火，祝愿大家福暖四季，顺遂安康，谢谢大家。